欢迎收睇山地车长频道。
少薄得。但你嗰度直去嘅话会撞树喎，即系做一个窿穿。红色呢条路咧，其实可以头先一嘢就插过嚟噶。呢条大树下呢条路咧，但系会撞树噶。屌你咩海信拍到咁撚出嘅？睇个油冚盖开咗嘅，松咗。喺松树紧要咧，轻侵犯下棵树冇所谓嘅，最紧要咬到咯。撞樹，費事咁快。
唔上去點掉頭咧？不過佢哋都係想喺上面影相嘅，其實。喺上面。係啦係啦，上面有四嚿石啊，咁樣樣有啲特別咁樣咯。之前有冇人揸過巴士？揸過咩巴士啊？即係雙層巴咯。有啊，有我啦。城巴嗰啲咯，呢度平咯。部車咧可以擺喺嗰兩度。我見過人哋鋪咗係兩部車跑埋。呢度已經好撚難過。我呢度掉咯，谂住。